很久很久以前，那还是清朝乾隆年间，我母亲的祖先从伏尔加流域回来，就定居在这里。当时他叫罗基纳·图尔扈特·特别奇。罗基纳在突厥语里是主人的意思，他们成了这块草原的主人。至于外祖父罗基纳奇的王爷为什么说罗基纳是圣地，我并不明白。这位就是我们纳森加布提长。你们汉人都说我这儿是千里飞鸟不敢来，你这铁银是被东风吹过来的吧？小地方人哪里见过这种怪物？铁鹰，好，我就叫铁鹰。东风你也说对了，那是我部队的番号。兄弟，好有眼力。哪里，是我们蒙古人喜欢鹰，看着你能飞得那么高，打心里佩服佩服啊。阿爸，恩将军曹龙生来年过个亚罗桑布门的子孙秀。哦，那你是最可爱的人了。钱啊，这家可能还是多一点。嗯，喝了。好，马上的。我用金沙为你洗尘，驼奶给你养胃，保你几天内恢复元气，忘掉你在战场上的输赢。我可不是来疗养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多少文人墨客啊，在这儿迸发出诗性灵感，引用出千古佳句啊，这真是个神奇的地方。我打算在这儿落脚了。自古居延多战事，你是来打仗的吧？不，仗已经打完了。那你要在这里吞兵？算你猜对了。我打算把跨过鸭绿江的十万大军屯在这里。十万大军，吃啥？戈壁滩可长不出你的军粮，人不能吃草吧？我打算修一条铁路，来陪你作伴。我们还可以种地。哎，种地我可是个好手啊！哎，你要不要种地？哈哈，就靠巴掌大的电驴，方圆还不到12万平方公里的天然牧场，哈哈，笑话！这儿的戈壁滩，沿着边境线走有500多公里长，啊，可那是只见流沙不见人呐，牲口都不敢趟的地方，人进去能活吗？难道你要在流沙里种庄稼吗？1958年。美国人发现朝鲜战场上英勇善战的志愿军20兵团回国后神秘地消失了。美国人不知道，包括20兵团在内的10万大军正在额济纳集结，他们隐蔽了真实，只是为了建设新中国第一个运载火箭发射场。怎么能选择在这里呢？真是乱弹琴。尼古拉同志，这里是有千年历史的古迹，在这儿搞建设是不行的呀。哎，这恐怕不合理呀。我们的同志啊，安排的也不太妥当。阿爸，我今天在台湾搁几百弄。他今天干还不是有头搁几百还一个，干还不是啥。
세르간긴 유지거든. 세르그드만 호론드고 시길 어드르진 살흑살흑을 허르힐 텔웬 그럽탈드 타미르 잠사스치 바나 төгөл хожим манус говьд гарахад бас амарл болох юм байна. Чи тэднийг малжлын талбад аваачаад цэргийн буудал гаргуул. Тэгвэл одоо салхи шуурганаас л далдаж энэ өвлийг мэндл өнгөрөх юм шиг байна. Во тингшо, даан нэн ни бужун рибан рен зай зэ шоу жун юн гичан. Дао жа зай ни боз шан. 你还是宁死不挪地方。今天我们修铁路，你请我们扎营在你的牧场，还允许我们在你的王爷府上建立基地指挥部。为什么？你们是共和国的有功之臣，我能看着你们风餐露宿不管吗？你们土尔扈特人了不起呀！想当年，关山万里。 从伏尔加河回到这里，在这大漠戈壁上，找到额济纳这片地方。<笑>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笑>你看看，能睡够在青山头，怀抱弱水河，游牧在居延海，在这片幽静的牧场上放牧，这说明还是你们蒙古人有眼光啊！传说是神奇的海森潮鲁把我们引到这里的。 人们明明看到的是城堡，可走进就变成了这条野鸟河啊！还是你有眼光啊，把我最好的牧场给选上了啊！<笑><笑>我们选择了额济纳。 建一个火箭卫星综合实验发射场，选定的地方都要划为军事禁区啊。若水河两岸的牧人都要搬迁，是为了牧人们的安全。在咱们眼里，蒙古人搬家容易，拆了战报，赶上牲口，一夜之间就能启程，还留不下任何痕迹。我进他退，可他们能退到哪儿去呢？ 方圆数百里，除了他们世代生活的牧场，就再也找不到新的游牧地。国家会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的。他们现在付出的代价，可不是眼前的困难。你说的这些，上面已经考虑到了。他们为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回报啊！我看到他们心里难受。 有些话我说不出口。 만화 몽골 금볼 이틀 때쇼 임뉴르게드가 아직 이내 사람 밖에 있다. 그틀 우선 부탄 바구니인 탈라 부튼 애녀들 누트가사 살자고 득신 볼 저걸 아들쇼. 다날 남아 이틀득이었다. 홀튼 아글 자가 친 가들다 뉴지 없다. 鼻烟壶啊，啊，好东西，来坐。宋参谋，把我的宝贝给我。哎，王爷送给你。什么？新玩意儿，苏联人送的，你听听。和他们打交道，你得留个心眼。我知道，我知道。啊，要搬迁了吧？是的。咱们国家穷啊。 国穷，就免不了要挨打。现在国家正在加速国防建设，你们额济纳人了不起，啊！
主动让出了家园，牺牲了草场。这沉甸甸的土地，就好像压在我这儿，心里不是滋味儿。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定报答。客气了，武师，我们是一家人，说什么两家的话呀？ 你们出身入死，打下江山，今天又要在这举眼若水、赶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我能不支持吗？我们是不会走远的。别看不起我们这支部落，我们就像这风中的胡杨，活着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下千年不休。忠硕的守护着额济纳，守护着你们。 我都20年，也许更长。千万别让我的族人们失望。他，这就是，要不得了，可给办个呢？可是，马车不是他那哈儿转手。 Малчад, малчалин талбаг эйрад яуч болна. Гэхэд, итхэл бишэл та ламин сүйм нүйж болхоу гэж бодож байгаа бэз. Та, нэрвэн болж ялан талг санатай юу. Нүйдлийн замдан, аймэг үгасан түйнэс, торгүү чүдийн шүтайн хау адагим гэж асүсэн, тэр тэдэнд сэтхэлдайн Сүсхүлдгүл бол бұрхүйн еуан тэтхэнаа гэсэнгэн. Мана торгүү даймаг хэдэн төмін хүм өрүүгдөөсэн гэртан хархийн төлөө. Энэдрийн бүднаа нүүг хэж байхан улус гэрийн төлөө. Мүжүүд бодлаан таягд чхэй одам ордий.
Би хараад ирсэн. Бусад явсан хон малаа олсон юу? Тэр удааны ясны мөр олоод авсан. Гөөж өчигдөр бас нэг болгоо явчих та. Адгуус малч нутхаа мөрөөдхөн мэдэж байна. 牧人们携带着流动的政府和寺庙，驱赶着骆驼和马到远方去。途中，牲畜的蹄子被戈壁石磨烂，冻死和饿死的牲畜能堆成小山。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母亲背起来就去赶路。为了国防，他们毫无怨言。 Хон мал итгэх өвсөг байж хөх сарыг өнгөрөөвөл одорч хөн. Малчууд өгсөн хоноор хөнөөс хийхгүй бол лавтай өлвөрж өхнө.发情的公驼像威猛的雄狮，陌生人一旦靠近，它就会口喷白沫，挥洒尿液，疯狂追逐。不知此情的军人向鸣枪恐吓，就急中生智撞倒了公驼。小公驼是驼王的后代，它的哀鸣会引发驼王的震怒，酿成大祸。外祖父不得已，只好忍痛杀了。 可惜了，大片的洪流被砍了，牧人们看着不习惯，牲口看见没了吃的就反抗了。骆驼不懂我们人在干啥。苏联专家撤走了，现在我们要快速搭建火箭发射架，任务艰巨呀！啊，这条路是最近的，条件有限，你也看见了。哎，就地取材。 只有洪流，发光了洪流，这儿会变成沙漠，你是知道的。眼下的时间实在太紧迫了，啊，我们得指正朝西。等到卫星真正上天的那一刻，我们成了强国，就谁也不敢来欺负我们了。宋参谋，把电池给我。
你放心，等道路修通以后啊，我们会在这里栽上成片的树林，建设防风林带。相信我们。知道你们军粮不够，收了几多子干肉和奶吃送来。看来我是不敢来呀。中国人仅仅用了十几年，就让美国人和苏联人的预言彻底破灭了。国人自行研发的运载火箭在额济纳上空接连发射成功，我的家乡父老无不为此骄傲自豪。那是风云际会的年代，额济纳也被划归到了甘肃，离开了内蒙古。多点耐心啊！嗨，嗨，嗨，对，嗨，我那个队长，俺杀掉了。Ага, тот. Эндэй. Хэ. Энд шүлэ. Мэдэ аюуш, адан дага юуш. Аба. За. Би аа туу. Ус ол аваад ирэх чи харж. А чага. Чи сэрэх чи хай. Сэрэ. Ос-ос! Ямар жаргал байна? Сэргэлсэн. Ха? Амьсгаатай байна. Анга болох уу? Томон юм дээр ихтлээ шүү. Аха. Би тийм халуу тавьж ирсэн чи энэ нуга ус олвол үгүй юм биш юм уу? Энд нэг сар нөгөлгөн одоо жингийн чаваа юу таар ирсэхгүй юм. Тамаа чи хүү, тэн бас чиргэн хэрэг байна. Чи дор хүү ба. Юу ч үгүй та. Энэ бүр үгүй ба. Тамаа.
алдах цараа гэсэн чи. Өөр хүн бас байж мэднэ. Аа. Хөт. Гма. Тэтэн дашаа үдээр яа нартай гацхгүй юм бишээ. Өндөр ажилхаар явсан. Чи хурдан бочиж ирэв. Хой, чи ясы. Хой, чи сэрсэн мүү? Дарж юм уу? Өөжи юм шэнтэй хэ чичин. Ийжин үй шэнсин дэ фангши. Нуан хэн лэ жүн рэн. Дун чан дэ чү тэй. 召唤回他奄奄一息的生命，那一刻，额吉无私无畏，他相信这是命定的。 你着急去找你的铁疙瘩，别着急，你的铁疙瘩还在沙漠里呢。我们遇见你的时候，你神志不清，所以只好把你带到包里来了。你的宝贝铁疙瘩，我哥他们帮你去拉去了。他们把所有的食物和水都给了我。
我就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就因为我是大学生，你做什么工作？保密是吧？只有代码，没有名字。别难过了，我去过你们的墓地，去祭奠一位老将军，墓人们都管他叫铁鹰将军。去世以后，墓碑上的铭文却不叫铁鹰，这是国家机密，只有离世，他真实的姓名和经历才能被刻在墓碑上。我看到许多墓碑上都没有名字，记下的只是生前的代号。这个坏了，你会修吗？哦，这个机器太老了，我想也许它会有其他的用途吧。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我宣过誓，这纪律。这样吗？德哥嘛，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我听他们这么叫的。蒙语是什么意思？女神，杨行者。
啊，亲。阿切，点灯。咋，切舞？嗯。哦，喝茶。Дагма, чим өтөр арс болон ноолуурам бүгдэн сага өпгад авчгаа. Хоршоон даваадж, чай болаад авус сэлээд. Чам эсэ. Да, чэгэд бэдэн хөдлэху. ファディ機卸下来，抓紧时间安上，我们还要去另一个地方送。老乡，是。老乡，这是干净水。水？你们喝吧，过两天我来取桶。 Ямар тонглох ус вэ? Энэ ус ээ. Лавтай чиргэн жалав үүн нь. ？谁？就是那个让你们来送水的那个吴文刚。不认识，送水是基地的规定，只要经过这里执行任务，都要给老乡带水过来。呀，我这个哪里是？那他是不接啊？ 화발가 왔어. 왔어 시르금 말이야. 오늘도 말로나 어저께 와서 와가지고 벌써 외출이다. 那一年，九月的戈壁滩出奇的炎热，逐水草而居的牧人们。 遭逢了百年不遇的干旱，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迁徙到更陌生的地方，去寻找生机。 没事。
오래 나갔다. 절로. 行了，水不用了，把火车上吧。没人能告诉他，那个给了他新的生命、叫他刻骨铭心的姑娘去了哪里，而这样的焦虑和无奈，又向谁去诉说呢？ 三百车喽，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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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走，哎呀呀，家伙，家家家都门，明天天没搞起，哎呀呀，哦，一定拿他们三百弄，喂，三百，你听懂没？你听懂了是的，喂，这个嘛，老子晓得，喂，今天你哪不给阿伟说呢？我阿弟说的。 哦，呀，这么漂亮！你别拿我要！咕咕咕咕，你们我这个不接，我个多。你咋？嗨！嗨哟！我拿到钱了吗？喂！啊哈！我拿到钱了。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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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Энэ зүгээр юм чинь хөөе. Энэ ямар юм бэ? Аа, энэ зүгээр. Аа, надад энэ юм байна. Энэ юм байна. Хай, бирген. Та юу аваад энэ? Хөөе, миний энэ дэ сайхан эд юм шүү дээ. Хөөе, энэ Шинжаангийн мохор тамхи. Амар сайхан. Энэ халах Монголын чүүдийн их гоё да. Бирген. Оо. Бирген энэ. Хөө, энэ дхийн сайхан үнэртэй энэ. Гоё юм да. Хөө, эмгтэй үнэ хэрэгэлдэг. Гоё сайхан үнэртэй. Үлээж бас болно шүү дээ. Хөө. Хөө, тэгмээ. Ой, энэ Орсын шар толгойн хийсэн дуран. Оо, амар холыг гарч байна даа. Ой. Энэ ямар шигрээ юм? Ой. Тэгмээ. Чиний биш нэ. Амар холыг гарна. Оо. Чиний наав нь одоо. Ой, чи дээний нэг бас аав нь одоо чи. Яа. За, энэ нөгөө тас энэ талаас гар, энэ талаас гар. Оох. Юу болж байна? Эй чаа, хөдөө мөнгө. Оо, энэ яри өгөхгүй шүү дээ. Энэ хөдөө мөнгө өгсөн ч өгөхгүй дээ. Үгүй яа нэж байгаа. Бой. Хай, харамсаа. Уу! Уу, ирэ үзье ирэ. Үзье ирэ ирэ. Унган. Би нү үзье, хэний унган. Цихо. 只要有机会，额吉就会回到那片熟悉的牧场。他想再见到那个军人，却从来都没能如愿，只是偶尔会看到额吉那上空划过的火箭。 专茶有呢，有盐吗？还要点什么？香皂，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烟药。俺在这边打打白团呢。不要紧，俺我进来就给啊。你好吗？这是我哥哥的儿子。你哥哥好吗？他叫巴尔斯。巴尔斯。你真可爱。这些年你过得好吗？家里的电灯坏了，没有人会修，可是我们不管搬迁到哪儿，都会把你做的风扇立起来。哥哥说，只要你路过就能看见，就能找到家。我去找过你，你们搬走了。我不能请你们进去了。不是那么的山家，俺们山西的路。咋去山西？家。前几年最可爱的解放军儿子们是的，家山西的路。山西的街路。家，这个嘛，山西的街路。没？在，还得个嘛？我跟你啊，查看查的。还得个嘛？哎，不是个，哈，就去，别听俺们他的说的，伸手的。我眼睛里现在没钱，听俺们他叫，北京那些巴拉干啥就是的。哎，刘姐，看，在北京照的，你是不是北京的呀？啊哈，哎，妈，哎，
天安门广场，巴塞亚民族宫，千里长城，我都去了。万里长城不得？万里嘛，切，哎，你进去一杯。你呢？明天读。我先出去一下。哎，其实更用心的。哦。会会。下。刚才那个人是谁呀？啊，是个驼贩子，他来买骆驼来了。他想娶你？什么呀？他是看上了我家的公婆。修好。这是铁鹰将军送给阿爸的。其实云南黑门老多个事情办好哟，比他妈阿龙的人就回来生疏，黑门是十多万的，表达阿龙就回来都很过完了，上海是台湾到底，好像老的生在了旧代。老乡，你是干什么的？这是军事禁区，你不能进去，你回去吧。胡说。你听见东方红了吧？卫星上天了！老乡，你不能进去，这是军事禁区，不能进去。对，禁区，是我让给你们的禁区，我要进去。老乡，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我和你们的将军铁鹰说好的呀，我们俩可是说好的呀。哎，他就住在这个里面，我要进去。啊！太爷，你干啥去？进去，老乡。同志，将军为访客，请。重逢时，外祖父早已不是额济纳旗长，铁鹰将军也倒在病床上。人们以为自己能安排命运，却往往受他无情的捉弄。세리겐 따라가 다 실제 좀 터수
다 만우식 20년 훈련했선 비시오. 만아 몽골 군벌 이틀 때 다 했을 군단 수호관쇼. 最终 还是那峰白骆驼 不离不弃地驮着外祖父走进了胡杨林，人们找遍了茫茫戈壁，也没看见他的踪迹，却在胡杨林深处发现了早已生锈的半导体。 在那特殊的时代，阿金命定的姻缘躲过了沸沸扬扬的指责，按照蒙古人的婚俗，悄无声息地结合了。然而，世事难料，意外还是发生了。吴文刚，你留下。 我们同意了你和蒙古姑娘的婚事，因为你们俩的情感很特殊，可她是王爷的女儿，政治上很复杂，有些事情啊还无法澄清。是，首长。可是我应该谈家了。我们知道她救过你，可你真的喜欢她吗？喜欢，我想把她带回家，让妈妈看看。文刚。 我们想调你到新疆，去接受组织上的考验。关于王爷的死因，地方上说法很多，局势也很复杂，你还是去避避风头。为什么？别问为什么了。
快我就要看家了，你跟我一起回家吧。你们家在哪儿啊？在海边。大海？大海是什么样的？就像这沙漠一样，无边无际的。小时候，我能自由自在地畅游这大海，没想到长大以后，差点葬身在沙海里。遇到了你，我才没有变成木乃伊。既然活过来了，就应该有更大的梦想。我梦想有一天也能遨游这星海。你要上天？真有意思。人的灵魂是可以去的，肉体是去不了的，这可是长生天说的。我相信有一天中国人一定能遨游这太空。真的吗？真的。在动荡的年月，所有寄出去的信件居然都一一退了回来。不知道是基层邮递失效，还是迁徙到远处的人们实在无从查找。从此天各一方，渺无音讯。请不说了吧，比到一个温暖的心绪这些结果哟。死不给了，可是还得托你一头就跑了过下去了。死我他妈的去，上头先把死的这里用进去，其实他老婆俩都没得吃。不过这土木今年二十斤就要出来，我都一次过也就跑了黑，谁不疼那个来的嘞？其实我到学了，谁捡了个那？不是个托你混乱的，他老带人进来吧。是不听你个来的嘞？是我们大人命的多。上江靠海呀！呀，我们都快打好这个门三万车了。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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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哦，兄弟们都搞个江走。呀呀呀！啊，还修的什么的是好交通安全性嘛？这样讲讲。哎，我弄起嘛事情来。哎，这个，啊，我都请谈谈，那个啥看哪出来不就是修的？哟。啊，这，哎你。哇，呀，么可以妈妈的事。哈哈哈哈哈。哎呀。呀么可以。还好嘛侬啊。这马些呢，马些呢，好多好多修的。哎，这个，啊，这个嘛也是的。그만사연누구려우들였을때오어이아야만약오셨다가하면뭐누가이런게지믿대인가야마가라가안우려지랬으면시대완제세번머리게되대어이형머리게되대비웃쓴다제와서나때아무로환자는너희집이지노다누구나자자마왔다자자얼씨도이어이다들한소지소지아하애는은근때문에나더덥지비온들어내라고미니엔덤어보다불쌍하고들인덤어쇼
이들이치미진도겨우치는앵근대만버터치고오늘그렇게많이치시다치버터터터만합치가야지말든오다말짓뒤도구쇼그만해안짜차지우은버스우도그만해오동쇼치야텅치뜨기잠은덜토해오이말싸지금하고말싸그만해이정말되게왜진참하다내오늘하이진쇼다지들앵근에한번에봐야돼하루다아어겨내해는그하세눈치고그얻으시지나들야무를운들어오는것은지비잠을덜토해우처럼이누구와선토름배사미니토모우누구를왜하버터스는앵기그보러나갔다고이름도비잠을덜토하그지지성사토르고오구앤치뭘지니들을그다뿌시다同志，你认识一个叫吴文刚的吗？不知道。他是个工程师。这里的工程师太多了，他是什么番号啊 ？OK， 哎呀，弟弟们，这，来，哎呦，아이베르게베이치오네악튼테메구된간속은오후에다같이호들짝딩크는틈을일찍아들듯이후엔치몰라아마르호르도이후트라가버린게아스지는게니스키라지니스찍아들린게거이거이야거이미니가라후이긴이거마요내면아소소지누구고아소지야시시한틈을아시마시마걸어도없고오짐오저지이저지야마거이누구딘마나그래허름이야옷도뒤치득스는것이대엔치어다신장의허티형이시다징크니띠마자금만치
피치가 토목은 목된 홀대치가 다 좀 야잼들나. 하나 이렇게 흑군 허여 사나 저런 말이 뭐고이. 이 잡다 오니 그 알짜 매매 그 그지 쇼다. 야무르 매매. 아? 저간 거야 오단 거야 내 매매. 왜? 대체 아무 이렇게 좌석이 미. 버허. 만에 망을 훈이 맞을 히드고 있어. 버헌 덩글 보러 오진 쇼. 지그러고 후원 색고 엠블라. 만에 티핫 보이르. 어떠 만에 탈 넛덕들 자가짜 얻은 벌었다. 도로운 이래야 돼. 가지리 우스 없다. 어떠 오늘 할걸 가지리 우스 이득들 오늘 이거 많이 지는 거. 어떠 안 되고 오늘 오스워드 이르치가 돼. 차안 가요 혹진. 어떠 오스 이럴까 차안 가요 이득들 오늘 이리 빌기 세지로 오늘 거. 운치 야박다도 먹었지나. 아유, 은 차안 가요 여기 오고 지마라. 와서 오단 가요 오고 는데. 어떠 오늘 만에 어떤 호떡들 유두로 배고라. 은 차안 가요 오다 오단 가요 좀 가지리 오르신 돌 흐디 매트는 돌 오르. 너기 오카 답벌 어떤 호떡 좀 늑 턴 놓고 오카슨 탈 호떡 이미 왔고 엉클 엉클 와라드. 얼쓴 타고 말이쇼. 은 전부 니굴 역대 니굴. 이 거여 그때 그치네. 거다 다 저것들 다 뭐 알뜰나서 움직이시오다. 그 만에 몽골초 된 어른으로서 말하는 어른 어른들 말다. 이게 아차 거들다. 어떠 거떠서 아슬 닥다와 소주 먹는시다. 지암으로 열고 이랬다. 소리부터 먹이지 목대 아바 졸다. 와서 뭐 떡들 다고 이랬다. 저 거떠서 와 나들이 수유탄 아직 만에 못고 졸지 뭐. 지다오이. 지금 오늘 배를 끼었지요. 만약 몽골 분 덧들 자마세틀 님 앞둔 거 빼고 뭐 고소 달아가 이네 만약 이네 가졌지네 흐르슨 덜 님 오르고 왔은지 흐르슨 덜 오도 부르 이르든 외시오다 후 샤랄도 와 하랄도 와 지스 흥근 차간 굳들게 바이클 이르든 시다 어이 비치 아다 되게 되게 떳든 일제가 오르간 이네지 오르간 오노 төгхгүй яах юм бэ? Үй. Эн чин дээрээс одоо бүр уурхаа муурхаа нээж аж үйлдвэрээр горуулгана гэж ураалж ихгүй юу да? А? Чи чад зав томоо чинь аргачин гэсэн дөрөндөө яг сайхан төгөрч. Ма, өнийгөө аваад мотор унаад юу? Яваа. Хөөш. Яавал явчихын шүү дээ яах. Яа тэгэл юм бэ?干嘛呢？嘿，大伙去，都你们那快快快快快，这把你带裤子走。哟，齐长，有事儿呢？啊，没事儿。来来来，齐长，大伙儿多。齐长，齐长，齐长，他的家务我啥事都会。那还有他的妈就离开去的。 어디로 다 알지? 지겨겨겨 荒芜比满目疮痍的草场更难以治理。为了维护草原法，舅舅竟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策伯克追悔莫及，他为了赎罪，帮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额吉以沉默的方式接纳了他。 1980年，额济纳重新划归到内蒙古阿拉善，我们返乡，来到了东风火车站。
可爱的孩子。他几岁了？八岁了。他叫什么名字？他爸没给他起。他爸呢？听说你去新疆了，怎么没告诉我？我给你写过信，寄不出去。你结婚了吗？杨坚，杨坚。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会这样的方式不期而遇，朝思暮想竟是眼前的局面。这是我的地址，给我写信。也许最好的方式还是默默走开，把爱埋在心底，一切由自己承受。这行，黑死我了！我这样很痛呗，我今天回来一直在搞到我这个脸还很痛呗，亲，啊？我这只要的事情好多一直搞的。喂，我叫这头的还是给他，要这么提起，喂，松哥，喂，松哥，松哥，喂，喂，松哥，松哥，天气多么白，应该我去接他。天气怎么？快，明年的嘞，快，因何个大白狗要这么快死的？七千的阿米斯的。그주로늦지도야물고인벌지소장您离开这里几年了？八年了。我吉娜变了，变得连我都不认识了。听说你有一个蒙古媳妇儿。我那一个把什么历史忘了？今天就不如我们生气呢。历史到头来，一个老农民都遭了，不然他们后头前面还来得遭不进。还是得我们是努力嘛，就这个白个鸡还混就白就不黑么？他是真结婚了，比他的我也就不好笑。돌아라이렇게용기못이루고시든뛰어서사양은야든봐너무슬픈이못단질하이르산성훈은이치나우드리게훌려서훈은발어르훈의보인쇼들어와서일때훈아은오시려들이비타이라질못은오고해은고서워흐다슬나비돈퇴린이울때쇼公公，太晚了吧？我见该睡觉了，休息吧。没事吧？啊，没事。你呀，一进火箭处来了，别人关心你，你也不知道。我喜欢看你出生。看你成长，
听你吼叫的声音，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心里感到踏实。你要上天，真有意思，人的灵魂是可以去的，肉体是去不了的。 这可是长生天说的。我相信，有一天中国人一定能遨游这太空。真的吗？真的。 你给我拿的什么呀？不就这个吗？喂，你给我好好看看，我要的是什么？你说的是这个吗？一会儿要东，一会儿要西，都搞糊涂了让你，真是这么难伺候。哎，喂，你说什么呢？回来，你可以唬我，你能唬了火箭吗？ 又把人得罪了吧？哎，你呀，其实啊，组织上安排他在你身边工作，主要是考虑照顾你的生活。你不能只爱火箭，不理解女人吧？快点，快点，干活去！ 同志，您把这个河给截住了，这下游的木门怎么办呢？这居然还要是干了，这老百姓就没法生活了嘛。你没看见标语吗？少管闲事，想干的登记不敢走开。先走。是。呀呀呀呀！啊？啊？我看我生还是个男的不是。 我说腾格还是个哎个，还是他刚过来有人三个就把他剁死的。嗯，那后头你就，说，那，他有人有我，就要死在他腾格不好，我得哎个，呸呸。何是给吉娜搞的面巴适了，是个什么来的？有个去，模糊的很，很深，那个来白了个的。 착다없으니네특심뭐그야가나면이하라도가면치트로오라해다질잡시모팀은누구야라도는다나가비는아무도없이니그차오이클린그오늘들가실는비딜비치면비좀바트로어쩌고뭐 거리고치그도못봤어복도라마오월차를흘리마다녀하여이몽골혼혼자스모니오텔레카스비스클리오텔레마도고이짠지서우바이코싱은얌도차트이모비베스터리버스야마라지류토스자오지시다 여지, 비니 호환 메시더 양지, 눈물 다 봤어.
红点喝了，一会路上回去可得小心了。没事儿，姑娘，我多高兴啊！咱们这个地方就飞出你这么一只金凤凰，야멀거이마낸디이마루무하실후후만산시드서로골단야운도그래자자하마구하마구에바이르지쇼지시헤헤오구냐文哥你在哪里啊干什么呢休息吧文哥谁让你这么干的你给我出来说好说好检查工作呀、啊、你个拼命三郎谁让你这么干的我不是发现这个阀门和这个电路行了行了有点问题所以我得解决一下嘛你是不是两天没吃没睡了走跟我喂脑袋去走经理有一封地方转给你的信嗯去吃点好的兄弟长生天把最好的礼物给了你了你有一个女儿叫杨金你好有福气呀是你吴文刚的造物他已经考取了军校就要上北京了你快来看看去东风火车站去了国防科技大学离开东风火车站时又见到那个给我童年留下深刻记忆的巨人从他的目光中我感受到一种异样的光环啊对不起请问一下策伯克在哪个房间在二号边嗯谁呀、啊、姐哎呦哎呀哎呀来来来来哎呦见到那可真不容易啊其实我也想见你呀、啊、你这啥病啊嗨这个肠子上多了一截尾巴给嘎了医生叫阑尾炎哎他干嘛呢哎我没告诉他哎来来来坐坐坐你家他不担心你的没事儿这点小病小灾的没事儿我就在这个矿上工作呢啊你今天找我有事吗有啊兄弟我能叫你兄弟吗当然可以首长你们部地有个叫吴文刚的吧有就是嘛我跟您说一件重要的事情这吴文刚怎么能跟我们王爷的女儿结婚呢这个我来是向你们反映这些问题的
稳刚，组织上要调你到新疆，现在地方上有人反映，我看你还是先离开这里，去避避风头。为什么？别问为什么了。回家看看。苍天本来安排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李哥嘛。我最近问他一路都起码说让阿拉还要吃些啊？哦，阿里我这里是的。三四两好多的吃哦。得亏呀！哎，喂，别人给你拿那东西，我给你拿些吃呀！给你这里给你点吃没？跑毛了！别跳那好多呀！我没吃的。我那样得了，真养啥人没吃的？来接吴文光的，不是，是接舍不克的。哦，舍不克，喝了点酒，你们都进来吧。够了，让他跟你去吧。我在等你们呢。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我这心里呀，踏实了，我这心里踏实了。
차간 사람 머리가 자, 兄弟, 산소 제가래. 자, 삼走吧. 알트베르겐맨. 斯沃克。 чимээг хүлээе. Сайхан амтарч байгаарай.烈士陵园是航天人心中最神圣的地方。2003年，当杨利伟成为第一个登上太空的中国人，在飞行21小时绕地球14圈后，成功地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时，很少有人知道。 多少先驱者长眠在额济纳的土地上，而只有更少的人知道，为了发展中国的航天事业，那些远离家乡的蒙古族牧人付出了什么样的牺牲。几十年后，伟岸的双峰驼已日渐稀少。 文刚，这是你钦点的高材生，我就交给你了。你叫杨静。是。杨静，跟我来吧。去吧。 50秒，40秒，30秒，20秒。
仰望着巍峨的发射塔，如今我明白了外祖父说过的话：额济纳，你是中国航天的圣地。